乖乖，你到了吗？跟爷爷在一起开心吗？开心，就是火车太慢了，要是坐飞机就好了。那你要听爷爷的话啊，你要好好的吃饭。你那边的东西吃的习惯吗？不挑食，你放心好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喂，啊，怎么了？喊什么呢？吓我一跳！喂，大哥！那是牛，水牛。它吃草不咬人。